各位乐龄人士，大家下午好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巴亚里巴社区基金主席杨生才大律师，在百忙中拨出宝贵的时间，来为我们主持分发入税金的仪式。今年是本会一年一度分发敬老入税金的温馨日子，本会和往年一样，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和一个红包，以此表达我们对长辈关怀和一份心意。新春佳节即将来临，我们希望这份心意给大家带来温暖，让大家度过一个幸福安康的新年。我们凤山宫理事会，我们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，让一些乐龄人士只要符合我们的标准，就可以来申请这一份入税金，是最温馨和感人的行为。我们希望尽最大的努力，将这份关怀不仅传递给本会会员和本区的乐龄人士，更进一步传递给全国各区的乐龄人士。本会感谢所有捐助老人入税金活动的善心人士和商家，他们是 KM Interior Work Private Limited 捐5000元，庙口法传会捐3024元，大炮社捐2500，富荣兴中特工程捐1000元，刘汉成先生捐1000元，杨建光先生捐1000元。